怎么样，手感还舒服吗？怎么了？五星好评。五星好评，怎么还害羞了？谁害羞了？不害羞你蒙起来干什么？没害羞啊。确定？嗯。那你再摸一下，再摸一下，这么听话？嗯。那不能这么便宜你了。都准备好了，开始出。哎呀，出彩虹了，漂亮！都怪你。什么叫都怪我？怪我什么？都说好了是准男女朋友的关系。是准男女关。你是不是反悔了？啊？谁反悔了？这感情是一辈子的事儿。我跟你说，要慎重。值得表扬。啊？都开始想一辈子的事儿了。走了。不走。你耍赖呢，走了。亲上的刚才。走了。不走。走了。不走。都开工了，你们公司的项目哎。你不着急，那请我一口。开工，你不许撒娇。嗯，亲亲。快点。亲亲。快点。亲亲。嗯。我生气了。嗯。快点。大明窟，一会儿那个镜头啊，这边是推上，哎，那边好，一会儿去那边，那边还有个棚子，哎，好嘞。昨天做的方案，不让你看行吗？没问题。嗯，咱们待会儿就先办。喂，朱莉啊，这两个情况怎么样啊？哎，老总，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，我这还有一些文件需要你过目一下。啊，还有一件事就是，我跟董事长一起来现场了，他说他想过来看一看呀。来，我就喜欢这个下过雨的感觉哈、啊，能闻到泥土的味道是吧？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啊？来看看你们，你们辛苦了。哎呦，不行！董事长，你们这太突然了。你们这么忙，我们来慰问不是应该的呀？我给大家带了奶茶，我先给他们发下去啊。你们一会儿来喝啊，谢谢阿姨。喝水了，快来！老爷好。啊，你说。谢谢。罗阿姨还真是可爱。来，喝奶茶。哎呀，有这样的婆婆是不是很开心？来，小伙子，拿着啊。嗯。喝完了还有。你不要开我吗？董总，出问题了。刚刚露露经纪人打电话来说他们不来了。不来了？什么情况？说是露露本人看了咱们的广告台本，说咱们广告太接地气，不符合他国际化发展的方向，也说这个天气有问题，担心自己安全。总之呢，人已经往回走了，怎么办吧？喝奶茶了没有？怎么办？快，自己拿啊！辛苦了，观音师，你辛苦的。别拍我，好看吧？啊，嗯，都有了，有了，好了，那现成的葱花。还真把我妈给说服了，怎么做到的？我就跟阿姨说了自己拍能省多少钱，阿姨就高兴答应了。嗯，这个理由不错，确实能省不少。老总，嗯，看我给你省了这么多，那你是不是应该表示表示？谈钱不是我的风格。哎，你们看这漂亮，再来一条。不够啊。
转起来了，老人家能行吗？哎哎，别怕了，什么人啊？干什么？滚开！哎，闪开！闪开！干什么？我们还在走开！干嘛呢？你们干嘛？过去看看。走，走开，走开！谁让你们在这拍的？谁让你们拍的？你们干嘛呢呀？你们是我们村的人吗？哎，哎，110吗？哎，我报警。行，我们都是一个村的，我也这个村的，咱们一家人。那隔壁王麻子他们家的小狗下崽子时候，我都在的。甭废话，你们管事儿的呢，叫你们管事儿出来。麻溜的，我就是。哎呀，你们干嘛呢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，在这喊什么呀？你去照顾阿姨，这儿我能解决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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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心吧，妈。我就是负责人，有什么事儿您说，大哥。你就是负责人啊？那直接不用谈了。赶紧收拾东西滚蛋，赶紧的，大概都是一个村一个小姐，谁跟一个村的？谁跟一个村的？小姐，你让我们走总您给我们个理由是不是啊？理由啊，理由就是你们不仅扰民，而且搞破坏，都说说。哎，你们搞破坏，你们吓得我们家那鸡都不下蛋了。就是了，你们才有多大你知道吗？你们说的呢我都特理解，但是呢我们在这儿拍摄是拿到过许可证的，也跟居委会报备过，包括附近村民我们也是打过招呼的。哎，不是，那都打过招呼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你们是这个村儿的吗？关你什么事儿？这不是你家鸡不下蛋，不定给你送点鸡蛋过去，总定给我留个姓名、地址、电话，对不对？不是什么意思啊？就不走是不是？哎，等等等等，不走是不是？大哥有话说，欺负老人是不是？董董，这样的我告诉你，我为他给我走，放下。